係羅志芳，1942年出生，而家73、74啦。翻工啊，做酒樓收銀啦。做到病入咗醫院之後，坐骨神經，跟住就冇做嘢啦。跟住就睇醫生，一直咁睇醫生，睇醫生睇到要好。平時你呢個公園多數都步行咯，步行多嘅，步完行之後跟住拉下筋啦，喐下手啦，做下其他早操咯咁咯。嗰個我孫女佢去印度學過，而家我話你做啲，而家俾我睇下點樣，咁佢做過幾次，都驚㗎，因為我哋老人家嗰啲動作冇咁柔軟啦，第一個，第二個反應係冇咁好㗎啦。咁做起身上嚟未必一定會真係做到而家嗰啲動作咯。我識做而家，希望而家幫到我身體完全冇事咯。